这都要提前备好是吧？对，要不然中国就来不赢了。哇，看看落的。先落个几十碗的备用啊。二十四是吧？对，二十四。大家好，我是带你逛吃逛喝的新哥，今天来到的是四川成都的上食正街这边啊。这里的特色啊，就是露天就开吃了。看，大家都在围坐在这个凳子旁边。好，拍一下你下面。这个面要煮多长时间呢？我也没看时间，煮熟了就对了。哦。我们就四碗。好，出锅。做生意面。这是大碗的是吧？对。你们东北的面好，面粉好。面粉好，但是做不出这么好吃的味道啊。只是你做不出来。来吃的大部分人都吃了回锅肉面啊，这是我们的正店招牌面吗？啊，服了哈。哦，12点。小菜，免费的。您这营业时间是早上几点钟开始啊？7点。然后是卖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2点半。下午2点半结束。一天要卖多少碗面呢？没有数。没有数。卖多少斤呢？200多斤。200多斤。一碗面一般是2两3两还是什么？大碗小碗。大碗几两？大碗3两，小碗2两。那一天要卖1000碗面，大姐手脚麻利啊！这一天下来手肯定很酸呐。不酸，习惯了。嗯。对啊，这把老爷子照顾得非常好啊。不要，再另外一把就好。这两碗有。哎，老爷子也过来吃面。哪个是不要辣的？这个。吃不辣的。这是一碗老少皆宜的面呢。您到这里来吃了多少年的这个面了？今天才来的。今天才来的。您是成都本地人吗？哦，就住在附近。可以啊，机缘巧合啊，今天就碰到，第一次来我们就碰到了，就是太巧了。孩子今年高寿了？96岁。90岁了啊。哎呀，这个状态好得很，这状态好得很。这您这90岁状态非常的好啊。老爷子，您这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给我们年轻人透露一下，我们要学习一下。已经90岁了。90岁，你看这个精神状态多好。耳聪目明。哎。哦。哎。这一碗面可以吃得完吧？吃得完。吃得完哦。这状态也好，这个食量也好。嗯。哎。啊？跟食堂怎么拿的呢？哦，我们是外地过来的。他说什么？我们听清楚。他不晓得，他是外地来的。我们外地过来的，外地过来的。过来特地，别人说这个面很好吃，我们特地过来吃这个面的。哎。看着就新鲜，翠绿翠绿。现炒的。这今早是第五锅了。好吃第五锅，这是一家特色。现炒现卖，新鲜看得见的。早上9点钟啊，来吃面的人就不多了，他们就准备午餐了。这是辣子油，这是秘制酱，这是蒜水，这是他们调味料用到的。这个牌牌是干什么用的？我基本上中午发号。中午发号，哇！发号中午。中午要发号，发这么多号。哇！还不够，还要翻起牌。第二。啊。太厉害了！开门看11点半就完了。
哦，这是提前准备好。对，我洗一下，我到外。看一看这个量就知道，中午这个人有多少。一早上吃面喝酒，这一次喝多少？一次喝三两。一次喝三两，这青稞酒是有多少度？有没有五十度？五十八度。五十八度，那是高度酒啊。小面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的具有这个浓郁的地方特色。